空姐，空姐，你好，有什么可以帮助您？能不能开窗户换个位置？我老婆想吐。还不是没坐过飞机是不是？还开窗户？就是出了问题你负责呀。那先生，请问你要升舱吗？升舱的费用是1280元。啊？不了吧，升。好，升舱所有费用我来出。这不好。兄弟，把你手机给我。老志，你干嘛？你干什么？你看，这么多钱，这是您在我胖胖袋上面的额度啊。以后急用钱的话呢，随拍随取，非常方便。可这么多钱我还不上怎么办？等你账还不上了，我们就把您这些裸贷照片给您家人。这么方便？是的。空姐，我有钱了，升舱。哎，你看我，你看看我们，我值多少钱？我有的，只要年满18岁都能贷。我贷你一次，我还能贷。一个人呢只能贷一次，不过您不是有个老婆吗？我帮你申请个老婆贷，你把你老婆抵押给我，又能得15万。他好人家值15万，你我也有老婆，现在就贷，我也要贷款，我能不能贷？你是不是机长？对，这样，你把这飞机抵押给我，你能贷15万。太好了，我也能贷款，飞机给你们了。喂，你们不是办贷吗？来来来，快快快！